お探しの動画はありません。せっかいぞもどうだ、はい、5、4、3、2、1哦，没有，这边没有声音，这边要放音乐，只有动作而已啊，你就直接过去买。开始啊！哦，你来，我不做了，干这靠！我干这花线靠背。我想但我觉得有台词不行，有台词我觉得好死哦。没有，人家伤脑烫烫的，吃饱饱的，不是吃饭来着。不要笑。黑白鸳鸯你知道吗？黑白鸳鸯不是黑白鸳鸯，黑白的。那我吃饭来着。完全没有告诉我黑白鸳鸯。你在笑什么？对，他就一直笑场，一直笑场。你不要问我黑白鸳鸯，为什么？我要想到黑白露丝了。对，黑白露丝。黑白露丝。四三二。欸、老板。哎，大哥你好。喝什么？还有丝袜奶茶。丝袜奶茶，那甜度几块？正常，不正常？不正常。四三二，哇，这个丝袜，来，现在手都发麻了。老板，哎，范哥你好，为什么？丝袜来啥？四三二。等一下，他手还没扭到。三二，是又怎么了？哇，我看看啊！他手给我这样。都玩的失望了。看，怎样？看他又给我弄。四三二。嘿，谁玩谁啊！好，给你弄好耶！太傻了，等一下，太屌，不好意思，弄好耶！好，好，三分钟，谢谢，好，谢我丝袜奶茶了，就这样，再干一点。什么是丝袜奶茶、啊？传统的港式丝袜奶茶就是喜羊红茶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你看他讲话，要看镜头。他什么是丝袜奶茶、啊？传统的港式丝袜奶茶。OK。浸泡在瓶盖啊，口水啊。你们有什么话想说？你有烦事情吗？不要来我家好不好？发言。你是不是觉得你的业绩很差？是还好啦，小又烦事，容易对象，等弄其他团的时候比较好办。知道怎么发讯，你知道吗？都是带剧，你教我讲。哦，
荷兰哥，神机保庇你，送机保庇。是有没有爱？想跑去哪里？好人啊！你觉得你演这角色的心得是什么？干嘛都不讲话，这是花絮，要剪。你要听实话还是要听谎话？当然是实话。干嘛？这是做花絮哦。你要演的业绩怎样？哎呀，他证明他的那个。你什么时候来我家？都有镜头说。什么时候来我家？跟我一起去拜拜。干，你那在录了，靠呗！别喊你，可以？等一下，你再对啊，快一点啊！没有了，快一点啊！不要，肯定你啊，你别错赛，我已经先帮你试戴。刚刚的你没有那么拜到。今天去偷了几件内衣？一二二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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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，超爽！好，我抓小了，好爽！新兵，叶太炎，好。你想睡觉吗？是。那你想不想结束啊？想。想不想业绩？想。想就认真一点，是。